啊，这个时候你去拜拜，当然对你运势是有帮助。三月三是马祖伯的生日，你去拜他，那马祖伯自然会保佑你。天地最强的能量啊，就是太阳。啊，所以晒太阳就是有帮助开运的意思。建议是，玉的印章是最好。将林女载到火车站，顺利取得车票返家。闷啊，闷极呐！来来，我早就等。他早就等。我来，我早就等。来，我知影。没马进，马进。好啦，来来来。好，咱只要到对啦，放心啦。闷啊，闷极呐！闷啊，闷极呐！